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宅男的快报。今天我们要讲解一下两个数码管合并在一块显示如何接线。首先，这是一块数码管的管角，上面对应的字母是阳极，对应 LED 灯的位置。总共这里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 LED 灯，分别对应 A B C D E F G 加一个 DP，就是小数点。然后这个一二三四就是控制在第几位，从左到右在第几位。一就是代表在第一位，二第二，三第三，四第四。然后，两块的 A B C D E F G 都要连起来，一一对应连起来。这样的话，就相当于是一块数码管了。然后现在我们测试一下，用万用表测试一下。比如我们要从左到右的第一位显示一，我们就需要 B 和 C。接入电源正极，B 和 C 分别对应四角和七角。在四角和七角穿过红色正极线。在12角接入负极。好，我们试一下，显示一。然后在第二块，第一个显示一，我们还是一样。第二块第一位是第二块的12角，我们再来试一下。等一下，看，一，对不对？完美。好的，今天就是为了测试一下，实际中不可能这样手动线去接来接去，那样实在是太麻烦了，也不现实。所以，下次我们就讲解数码管如何连接驱动芯片。连接驱动芯片之后，再连接单片机，就可以用程序去控制它需要显示的数值了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，咱们下回再见哦，拜拜。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我，关注之后可以有提醒。